今天来一个这个湿包菠萝蜜，我还是头一次吃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榴莲蜜，然后假冒的，结果真的是和榴莲蜜不一样。咱们来开一下啊，这个巨大个，哎妈，开一下，第一次吃这个玩意儿，也不知道什么味道。它也有粘液，来吧。我去，好软呢，尝一下。哎妈，老甜了，真的特别特别甜。但是这盒可够大的。再来一个，但是有点嚼不干，也不是说嚼不干，嗯，是这样，这个。有那种纤维，像丝儿是这种，但是真的很甜，特别甜。